各位早晨，欢迎收看星期二朝头早的天气报告，我是李凤影。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，一起看今早七点零钟的时候各区的气温普遍就是介乎在18度至到20度之间。在大范围的卫星云图见得到一些低云正是覆盖在华南沿岸地区，今早在维港望吹都见到天上面的云层都比较多的。详细天气预测方面，今日会是多云，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，最高气温会上到大概23度，风势方面是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偏东风，初时离岸间中会是吹强风。至于展望方面，预计现在影响我们的东北季候风会在这个礼拜的中期就是逐渐缓和，到时气温亦都会是逐渐回升，去到星期五六日的时候天气会是潮湿和是温暖，另外都会有几阵骤雨。这一节的天气讲到这里，再见。